通人性的乌龟。在春节的前一天，四川的于先生和妻子李女士买了两只乌龟，准备炖锅汤给父母补补身子。卖乌龟喽，卖乌龟喽，乌龟刚抓的乌龟，有人要买吗？便宜卖喽。谁要买乌龟呢？便宜卖喽。我们把这两只乌龟买下来吧，爸妈身体一直不好，我们买回去炖锅汤给他们俩补补身体。好啊。于先生和妻子把这两只乌龟买回家后，每天都给他们换水喂饲料，并坚持用新鲜的菜叶喂他们。二月七日那天，于先生从盆里抓出来那两只乌龟，准备宰杀了给父母炖汤。乌龟啊，为了给我父母补补身子，没有办法才杀你的，你可别怪我啊。哎，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爸，我准备把这两只乌龟杀了，给您和妈炖锅汤补补身子啊。你这是在作孽呀！乌龟是有灵性的，我们宁愿不吃，你还是抓去放生吧。嗯，好的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们在感谢你呢。乌龟是很通人性的，你赶快把他俩带到江边放生了吧。好吧，明天我就把他俩放回江里。第二天下午，于先生一家便来到福江三桥的江边，将乌龟慢慢地放回了江水中。你们回家吧，以后要小心，别再被人抓住了。然而那两只乌龟刚进入浅水中，滑行了大约半米，又慢慢爬上岸边的水面，望着于先生一动也不动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他们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们快走吧。哎，啊，又跑回来了。要不我们把他俩带到深水区再放生吧。好吧。于是于先生又和妻子来到深水区，重新将乌龟放回水中，可那两只乌龟依旧没有游走。他俩突然冒出了水面，并迅速地游到了于先生的脚下。两只乌龟一动也不动地盯着于先生，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还不走呢？你们快走吧，这里水深，很安全的。于先生又一次把他俩重新放进水里。你们在这做什么呢？我想把他俩放生，可是一连放了四次，他俩却又跑回来了。不如你这次把他们俩丢远点，这样他们应该就不会回来了。乌龟很通人性的，你放了四次它都不愿走，真是有些奇怪。如果这次它又回来的话，你就别再放它走了，抓回家养着吧。这次我想他们不会再回来了。你快看，他们俩看到我们了，他们又游回来了。难道他们还会认识主人？
我们俩人到另一边，看看他们会游向哪里。如果这两只乌龟真的能游到我们这儿，那就把它们带回家养着吧。哎，乌龟游到这里来了。那两只小家伙显然能分辨主人的声音和认清主人的身影，所以就这样直接游到了鱼先生身边。他们真的认得我们啊？他们太通人性了。小伙子，这两只乌龟是你的福气啊，带回家好好养着吧。嗯，万物皆有灵性，动物也和人一样有思维，你对它好，它自然也会感恩你。这两只通人性的乌龟被放生五次都不愿离去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Me